这八卦是先天八卦，乾兑离震，从正上方转到顺时针，乾兑离震，然后来从左边左上角开始逆时针，巽坎艮坤，再一次右边。从正上方开始顺时针，乾兑离震，再来右边，从左上角开始巽坎艮坤逆时针，巽坎艮坤万字哈、哦，那个代表星球运转的方向，也有说象征我们的自性佛性。星球运转的方向应该是逆时针，那逆时针哦，星球在转动会有拖那个尾巴，因为逆时针，所以尾巴应该是在右边的。啊，想象一下万字转动一下，万字方向可以调整，左右方向调整，然后转动一下，拖着尾巴，就是星球逆时针转动的情形。